講到邊？而今你睇下有什麼？邊個爭了？邊個追捧？邊個解頭雜貨？真該就的太多。Sure.
是我第一隻人生的派台歌，而第二隻就叫早餐歌。當年我寫完之後就當年有隊 band 叫做小鋼炮，阿 bass 手都喺度。他們幫我編了，我是人生第一次很勇敢將自己的歌，就是早餐歌，在一個公開場合，即當然不是那麼多人，就唱給大家聽。而當時的 feedback 就說，喂，好聽喔，那時候我就立刻，喂，壯了膽喔，好像真的可以喔。於是乎呢，是因為這首歌，我就開始就繼續寫。好聽自己寫的嘢係可以放得出去俾人聽，咁所以今年就都有自己的作品啦。小心啲啦，小心啲啦，唔好意思啊，因為咧有啲朋友咧係真係好 crazy 嘅，真係好黐線嘅，所以先入獄到咁樣。小花我怎麼辦啊，小花我怎麼辦，我立刻想，咦，我好像變成一個心理諮詢大師一樣。但其實呢，我不是的嘛，我只不過用即即我希望大家聽我作品我就夠了。那大家都要對未來有不同的想法，是不是？有些人會因為未知所以才感到好奇，但亦都有些人即係好似頒獎咁樣，就會用一個好鬆容嘅態度去面對佢嘅未來，就到咗今日咁啦。咁所以咧，我見到今日有小朋友啦，係啦，有小朋友啦，亦都有啲女嘅，亦都有男嘅，亦都有好後生嘅小朋友啦，都係小朋友嚟嘅。我希望大家記住，只要你想嘅話，無論你幾多歲都好。你呢度想啊，你還年輕，你還年輕，送俾大家，你還年輕，你還年輕。